第一次在人群中见到你，那优美的身段，谁都舍不得移开眼睛。和你说话，听你唱歌，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、无与伦比的享受。在一起那么久，每一次不经意的触碰，我还是会心跳不已。只要有你在，身边一切都可以快转，不重要了。就算分开，对对方的思念是同步，没有距离。但是，亲爱的，当我轻唤你名字，为什么你不再回头？因为我的名字是 ASUS， 不是 ASUS。Say ASUS。